OK， 肯定是皮卡丘优势，但是 Hells 是老将， Moria 是最近几个月玩，但是成长飞快。录制吗？我的全程录制，咱们这直播嘛，直播录像。好，比赛开始。好了的皮卡丘对阵 Hells 卢卡斯。这个图的话，其实双方就还五五，但由于皮卡丘和这个 Piles 这个卢卡斯都是属于不太好击杀的，不太好击杀的。对，他们两个都不好击杀。其实皮卡丘也挺难击杀。皮卡丘有那个击杀连吗？真击杀的真连？有是有，但是特别难，就操作上。还有，但是皮卡丘有很多尾连，但是反观卢卡斯比较惨，卢卡斯就。基本跟狼差不多那个，就只能靠他多数击杀都是靠兵，靠什么？靠兵，就这个啊，他60%击杀吧，都是靠这兵。只要他这兵打不着，你看他不停在摸兵，因为80多摸到了，就你摇得慢就死了。哦，对，但如果就是没有摸到的话，就只能这种什么手两针，其实这都不算击杀，是因为任何人都能这么击杀，其实就是靠兵空后，就这两招，他空后没啥威力，他核心就是兵。哦，然后 smash 和冰。哦，你看啊，真像 smash。 对，他就是读这个，你看就开始冰。哦，对，然后就是扔。这个上头杀了，上头皮卡丘比较轻嘛，而且这个图不是最小的图，它高低差也是最矮。那个卢卡斯的空上空后跟那个 nice 是一样的吗？那肯定不太一样，但他的那个都不疼，他空招。哦，卢卡斯属于那种他能在空中打好几下就连招，先连招那种。你看他空前就一下，他空温就多段。哦，我看那个奈斯打的时候，他基本都是后头也不死。奈斯是全游戏最强后头啊。是啊，对。哦，那卢卡斯就不行呗，他没有后头。卢卡斯，你要说跟奈斯比的话，那差距太大了。就是他是属于一个。就是你看他的击杀就基本上是 smash 或者场外的空招或者 B， 这是兵。对，核心就是靠兵，真的。哦，因为我跟他打基本上是80%吧，都是被兵死。就是我跟他打，我死亡80%都是被兵。因为你是库巴，库巴骑士，库巴有时候是搓不回来，没办法。之前来说皮卡丘和卢卡皮卡丘啊，露西娜呀，这个角色确实非常好的，都不是。OK， 终于杀了。你看皮卡丘其实也比较难，他就场外击杀好一点。但是皮卡丘是 S 角色的原因，是因为他的那个，他就是他的操作，只要你本人特别好，那他就几乎没有弱点。哦，对。但是你像 Piles 这种老将，就只要跟你耗着，就是你只要出现失误，我就惩罚，是，这也比较好歹。因为 Piles 打法就是等，他就是等。对，因为这个他这个角色也就这样了，你很少能看到卢卡斯进攻。包括奈斯其实也不是很进攻那种，对，奈斯都是摸，对，奈斯偏摸那种，对，都是摸。所以跟他们打，如果手臂来长的话，都是毛脆。对，是这样，我之前不知道。后来跟奈斯哦，漂亮，对。哎，这个做的好。OK。哦，差一点。哎，好，看这能不能连上。OK， 还有机会能直接击杀。OK， 没有打到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哦，这个抓到了，没想到。那该冰了，哦，冰或者电。但是很难啊，很难，真的很难，真的。皮卡丘的回响不是很好了。对。好，看这波莫瑞亚怎么抓。哎、OK， 没有着急了，着急了，其实着急了，应该在那跳一下，电一下，看他身体。对，现在双方都到击杀100%。哦，哎、那这，哎呦，他出盾失误了，他出盾抓的话，没准能直接扔死。他可能想的是对面会往后退，所以就盾站不站。不，他那个什么呀 ，DA 冲盾了。好，现在其实皮卡丘需要耐心了，就是你现在就不要太进攻，因为你毕竟你140嘛。他现在主靠电力回，但是会被卢卡斯吸引。好，哦，这是百分比太高了，直接击杀了。是的。好，那恭喜 Piles 1-0。哦 ，right， 我弄错了。看看第二张选图，小战场可以，小战场也很好。就是你看要看，就皮卡丘其实板子比较优势，而且它比较难击杀嘛。哦，那战场和那什么应该会被 Piles 给绊倒。嗯，有可能，但
就还好，因为这种小板的卢卡斯利用的不是很好，因为卢卡斯打板的只有空后和空恩，他的那空后空恩是多段盘，你看这种就是空后，这就是空恩，就是他多段判定的空后空恩，但是皮亚修的话可能追板子更强一些。哦，这个音乐背景是喷射二的基点。可以可以，我都不认识，我听过。哎，好，一套连招，我喷射完了还可以打到，看能不能继续追一个场外，有机会啊，但是自己保守。对，哦，三下 jam， 开奥的击杀核心还是考奥。是，哎，我玩露西娜就不能考，这好烦啊！但你露西娜击杀方式很多呀。是，对，但是你像这种角色，他就这个，你就这个其实很难受。是，就有时候你摸不到，你真是一辈子杀不了。对，就知道怎么防的就。对对对对对，不会防的还好。看皮亚丘这波，我肯定没有守到。啊，好，好一个横地场外，看看，哦。哦，失误，可惜。提了直接，那当时被打完之后，立马上臂能回来。对他上臂斜上臂就回来了。他当时等了一下。对。哦，这个很细节，吸了一下。对。因为现在莫瑞亚已经很着急了，如果他那个他稳一点的话，还有机会。打那个 pass， 真是不能着急，因为他就希望你着急，你一着急他就特别特别稳，真的是这样。是这样。我跟他打过，所以我太知道了。我跟胖子也打了很久，就是你一定要耐心。对，就是你不着急，他就着急。跟我跟胖子打的时候，就是我一不着急了，他就着急了，真的，他就会疯狂放火，就疯狂防。你看现在 Pels 已经119了，皮亚修其实现在手边就是你手场内更好一些，如果你追出去的话，就你追出去有可能就变成自己的一个被手边轮，有点难受。这个是也是马老师跟我说的，如果他大概在你击杀线了，边上的击杀线你就不要选，对，什么边就行，就除非你像打一些回场真的不行的角色，要不然就是你比如说对方，因为对方很着急回场。哦，这哦，哇，他这是空后往右边打的，我没想到，主要是看到他没反过来。对对，这我也反应过了，因为他那个角度很奇怪。哦，这个打雷打得好啊，躲过了那个冰。哦，漂亮，又下 S 读到了，他就是抓了100次那个回场，肯定能中一次。对对对，这就是一些就类似于狼那种下 S 抓手边一样，就是。哦，又一上 S， 所以狼一般很多时候打了180-190就杀不死，就是。对对对，而且狼其实比那个就是这个卢卡斯强一点，就是他刚开始打伤害太强了。对。哦，出现了。哦。OK， 这就冰，这就是他没搓。对。他搓得很慢。是，没办法。90了。但是能搓出来，能搓出来，但是还是慢了，搓慢了。OK， 那恭喜 Pels 2-0。